尝一尝他们这儿的撒嗲面，还没有尝过撒嗲面呢。一会儿再去超市买点东西，中午俺嫂回来了，给他准备一个惊喜。前面有一棵芒果树，我看那谁能发现了啊？哈哈，凯凯先发现，你看芒果树去，那吃芒果就是搁这树上挂的，就这儿。哎，都走到顶上这人行道啊，俺从这个撒嗲面里住的地方可近，几百米，步行就是六分钟都到了。这是啥老头？马金牛。这是个大蟑螂。哈哈哈哈，金牛。为啥？我要它的名字叫小强呀。他就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啥五颜六色的？是啊。咦，这点儿结的啥呀？对，跟黄色的。啥颜色？不知道，为啥还是一对儿一对儿的？啊？有粉色配蓝的。跟拿枪的？好好好，过马路的时候看着啊！好，集中出发，可可，等一会儿。撒嗲面、车仔面、米粉汤，我们要五份那个撒嗲面，还可以加这些海鲜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给到书店捡了一个小芒果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想啊？为啥是我也想要？你也想要个啥？那是给到芒果书店捡的呀。咱看有没有运气，能不能再捡到一个？一会儿咱去那超市买点，好吧？嗯，好好好。大龙虾，大龙虾给它最点儿的，大龙虾、皮皮虾，嗯，那这个什么呀？皮皮虾，那个是粗肉，这个是花甲，好吃不好吃？猪，好吃，这就是他这儿的特色撒嗲面，在那边都没有。嗯，在那儿的特色是烩面，这是他这儿的特色撒嗲面，咱都尝尝。买了一口锅，买了一兜菜，回去蒸卤面。俺嫂说的，她想吃卤面，早都想吃了。回家了，给她蒸个。我领着他们出来，就是每个人都要分担拿东西，一人拿点，走的稍微远一点也不沉。配菜都准备好了，开始炒。菜炒好了，面也蒸好了，拌一下。面条拌拌，再上锅蒸五分钟就可以吃了。蒸了卤面过来，他睡着了，搂了一群。俺嫂打电话说的，他上午不回来了，因为快一点下播了，然后下午两点还得播，搁那稍微休息一下，都该开播了，晚上回来再吃。他们三个午休了，这个小家伙起来了，饿了。好不好吃？粉丝宝宝先吃。粉丝宝宝先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里头有姜，慢点啊，小心着。嗯。啊，你搁这几天估计还叫我养胖了嘞。好不容易减掉了几斤肉，你估计还得给我吃上了嘞，又。人家都说咱俩是彼此减肥路上的绊脚石，搁一块儿估计又该吃胖了。明儿包子安排上，菜我都买好了。要不你中午叫卤面吃了，我都下午都蒸包子了。你真是叫我往身上养了。来，地球大爆炸，石头剪刀布，我是剪子，我是你布，包着那哥。啊，包我，我靠！老婆你来了你？爷，你干啥？你咋？你弄我，我能，我能。那咋了？我蹦过去，你该打你啊。你蹦过来，然后踩着我的脚。那我蹦一下蹦不过去，踩你了。我来。哎呀，你死了，老哎呀，你死了，我天主。我踩着你的脚。不是吧？蹦，这儿到。我俩最后对决，看谁赢。大城市的夜景好看不好看？我看啊，全景的。你还没看见全景的？来，我抱着你看。飞机正在行走。哦，对，那不白色的是个飞机。